一报告，报告是个很正式的一个像一个文件呢。下面是担心，担心是一个为一个像你的家人还是亲人，担忧，怕他们做一个错事还是什么。下面是出发是像你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不一定是长短，可以是长短，但是不一定，也可以，但是也不是，不像移居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只是去那儿然后再回来的一个消息，就是关就是一个人或者东西的一个发生的事。农药就是就是农夫还是谁在他们的植物上喷洒农药，就是把虫子和害虫给弄死。燕子就是一种鸟，巢是燕子的窝。庄稼就是像米啊、面条啊、米啊什么东西，然后有毒的就是对人或者动物有害的，可以让你们死。石油就是一种油，沾就是像沾水一样，把一个东西用个东西给贴在一起，像贴的的一样的词。羽毛就是鸟的身体上的东西。泄露就是像一个洞，然后东西从那里边泄露出来。下面是浮就是像在什么东西上面飘啊，像石油在海上飘，或者浮。海鸥就是在海旁边飞的一个鸟，烟囱就是像在家的上面的一个东西，就是像冒烟的东西，就是呼这样。下面就是迷路就是像你找不到路了，或者你因为像你迷路了，就是你找不到路，然后忘记，或者你找不到回家，或者你要去哪的路。下面是发表就是像把一个书文件什么呢给放在每个人都可以看的东西，像放在网上呀。紧急的就是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特别重要的一件事。